各位投资者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，我是蓝心。为什么今天标题叫物极必反？我本来的标题要写熊市反弹，其实答案是都一样的啊。毕竟我们看到，其实当然最近的一个中国大陆股市好像有一点趋势改变的感觉，因为以前我们看到每天中国大陆股市都是跌，不是开高走低就是开低走低，不过最近看起来好像比较好那么一点点，今天盘中最高还涨了像 1% 左右。那到底会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事实上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讲过了，对，为什么说物极必反？投资朋友，昨天很有趣啊，昨天我这个录完影之后，这个券商的朋友找我去喝下午茶，他跟我说，这个会计师啊，你知道有多夸张吗？我说有什么多夸张？说昨天啊，不少的客户来营业厅，我说营业厅不是一般都没什么人，没有错，自从大家网路下单之后啊，营业厅通在看盘的都是一些老先生，然后昨天不少客户来营业厅特别请假过来的。我说干嘛？你们是给他做错账还怎么样？还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他说不是不是，他说来开新用户。我相信，如果呢政府有统计啊，新开新用户的人数啊，很可能这个月会是今年的怎么样？会是今年的什么？今年最高点，甚至很可能是十月份呢或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是今年最高点。你或许这样听不懂，我就说。怎么可能？一般而言，不是开户的时候叫你签文件，连新用户都签完了吗？甚至用最基础的担保啊，你也可以开个100万额度的新用户，是小了一点，没错。他说，会计师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先前这些人来开户的时候，人今年开的，人去年开的，大家觉得，反正我限股操作，我不杠杆操作，我为什么要开新用户呢？这想法没有错。但是当你发现到大盘莫名其妙跌了1500点，跌了1600点之后，你或许不是这么想了，对不对？你想说我为什么不空单赚钱？甚至我可以跟大家讲嘛，我昨天才不跟大家讲这个2458，哇，义隆电又涨停板，这不是我的错啊，对不对？我上礼拜是在股市现场跟你报告的嘛，没什么，不用感谢我。你说，你不是看空吗？怎么还会推荐多头的股票？你不会去看报纸吗？好不好？你敢看报纸呗？你别看，我买样看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都看不懂，你看到下面在干嘛？在轧空，对不对？我不多讲什么义隆电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到今天要跟你谈的东西，投资朋友，今天包括台积电也是创下近期来新高。我先前跟大家讲过了嘛，这个股灾我叫会员买台积电，第一个安全嘛，第二个它一定会涨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不管如何啊。什么时候最适合买台积电？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讲过，股灾还有遇到什么非经济因素啊，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时候，我记得前，应该说去年前年买台积电的时候在哪里？在川普当选的时候，我带会员买180元的台积电，不但有买得到，最低还到170几块，你都可以成交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你不敢买吧？这不是我的错吧？这不是我的错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跟你谈的，昨天跟你谈这个死猫跳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最近以来我一直一再而再跟你谈到这些重点，都是跟你讲过的。10月30日盘中连线，我跟祝华姐连线，我就打了这几个标题。事实上当天的早上我就讲了啦，对不对？当天的早上盘前节目我就讲了，融券大增6.5万张，融资剩下1282亿，对不对？今年高点以来怎么样？融资减了多少？减了600亿，现在还更低了，好像剩124几亿了，还是125几亿？我没有去注意，随时可能反弹。所以你在这几天，你如果去做空，你很可能是空到地板上。你说什么叫空到地板上？投资朋友，我们不要讲是谁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啊，真的是厉害了，真的是厉害了，投资朋友。这家公司叫穆德，今天盘中差点涨停板。我跟你说，有人扛你家哦，有人10月30日空的哦。这家公司今天收出很长的上影线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合金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哦，有人空在这里哦，10月29日哦，还真的有。这家公司叫做玉金光，我告诉你哦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就有人空在10月30日的低点哦。你不要说没有，还真的是有，对不对？有的很。6488环球金也有人空在这一天，投资朋友，10月26日嘛，对不对？26日、26、25日，好，这边好开心，不知道开心什么。你们这些做法当然是错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也讲过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可能会死猫跳，对不对？我也跟大家讲了，
对不对？这是10月29日，这不是我写的，这据说是杜金龙杜大哥写的，这不是我写的。哎，让你去思考一下，到底对或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不是这样跟你报告了？这都这几天写，这不今天才写的啦，投资朋友，我说涨价族群，上一季的财报一定都相当亮丽，不管你想到环球晶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想到华新科、国巨都一样，昨天华新科、国巨财报都出来，不，国巨财报出来，据说华新科下午就出来了，今天下午我们在录影的同时，他等一下就公告了，据说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当然可以等到财报公布去赚这一段。所以不瞒你说嘛，今天我们开盘买进什么？信昌电，我不瞒你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公司啊，第四季是一定衰退的，加上基期很高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我打了一个大问号。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这几个字，把它记起来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这几天大涨，最好涨到11月14日财报公告前，这样子我们的价差才拉得比较大嘛。那它价差大要干嘛？你也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做那种空在地板上的事情，没无此必要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操作是属于一种比较灵活的一个操作，我不要去当个什么死空头，那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这个新闻昨天出现之后，美国股市大反弹，叫做小摩说年底之前将出现轧空行情。其实他的想法跟我有点类似的想法，因为最近以来，我真的这么久以来，我没有看到融券一天大增65000张，包括昨天我录完影之后，跟朋友喝那下午茶，我想哇塞，天哪，怎么他说这营业厅好多人跑来，我说好多人不知道到几个人要来开信用交易户，一堆人想要学放空。对不对？我扣个股票放空，会员还会跟我讲：“老师，这边这个他们那边没券。”我真的没券就不要去强迫自己了，你顶多认售买一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关系，哦，那可能就是不要让你赚的意思啦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在这里这种情况，你看到这个内容给大家多看。他说怎么样？摩根大通的策略师他说呢，美股目前在技术盘整区附近，但是避险基金啊，他说已经修正他们对股市后续的看法。九月是积极看多，多头部位创新高，但是呢转为大举看空，空头部位增加到2015年以来高点。你看大家变化翻脸比翻书还要快。每月调整投资组合的资产管理公司对美股减持的规模达到2009年2月来最多，跟台湾非常非常类似。昨天前天是不是新闻？什么投资人信心创下几十个月新低啊？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景气真的不好。中美贸易战我都讲了不想讲，我这一个月十月份跟你讲了大半个月的中美贸易战，台商回流，对不对？谁谁谁踩进了那个陷阱，流沙里面出不来，都讲过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物极必反嘛，对不对？跌升必定反弹，就算连熊市也会有反弹。滚动熊市，它里面有提到嘛？说滚动熊市会变什么？滚动轧空，对不对？投资人牢记止风险，十月叫滚动熊市，到年底之前可能会转为滚动轧空，所以你把它记起来，你把它记起来。那如果遇到滚动轧空，你要怎么做？我常跟大家讲的，急涨急跌是反向操作的。遇到急涨，你可能可以放空，对不对？遇到急跌呢，投资朋友，你就把你的空单回补做多，类似这个样子，回补啦。要不要做多？不能，我不能限制你嘛。这内容不多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今天这个新闻我还特别拿出来跟你报告，为什么？事实上，今天哦，包括春田制作所，包括太阳诱电，一大早的股价表现啊，就比日经指数还强。你知道今天日经指数表现其实不好哎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我们给大家看日经指数的一个做法。日经225啊，到目前为止啊，今天下跌多少？1.08%哎，投资朋友，今天下跌1.08%。但是日经指数呢？但春田制作所，我们来看一下春田制作所。春田的股价目前为止啊，上涨了9.41%啊，对不对？那太阳诱电呢，投资朋友？太阳诱电上涨11.85%，我刚刚没有讲错哦。春田上涨9.41%，太阳诱电上涨11.85%，可是资金指数下跌1%，为什么？因为春田的状况好像跟我们台湾的国巨、华新科有类似，
春田营收破表，纯益挑战历史高。我们稍微给大家念一念就好，因为春田我们又没叫你去买春田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啊 ，MLCC 的龙头春田制作所，他在10月31日盘后呢发布新闻稿，他说啊，因为车用 MLCC 需求强劲，加上日元较先前预期来的走贬，因此使得今年度。哦，今年度的一个什么？今年度合并营收目标自去年原先估的1兆5750日元上修到1兆6200日元，对不对？然后6200亿日元，营收呢将创下历史新高纪录，显示本业获利状况的合并盈利啊，对不对？目标至2400亿元，上修是2750亿元，逼近历史新高，仅略低于2015年度的2754亿元，都是日元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反正会创历史新高，对，我们就不多看了。然后春田上述修正过的财测，预估是1美元兑110日元，原先设定是1美元兑105日元，1欧元兑130日元。哦，不过管，反正就是内容是这样子告诉你，哇，因为什么？每台搭载的智慧型手机跟 PC 的什么高性能化，每台搭载的零组件速度增加，带动核心产品 MLCC 销售大增。事实上，这跟国巨讲的东西其实不相上下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我就讲不相上下，说 MLCC 部门都给大家看这个，我们都不多讲，这个你自己去看这个新闻。好不好？那10月31日就涨7.45%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昨天华新科也涨停板，大家不要忘记了。今天报纸一直在写小郭，大家知道吗？天风证券那个长得很像我朋友张志成那一位郭明奇先生，对不对？小郭昨天说什么低荣的 MLCC 会挂掉，还只是台厂。我说真的，一台湾人呢，你家的公这公上面小朋友。昨天华新科就不爽，拉给他涨停板给他看了嘛，对不对？华新科是不是做低融的？是啊，就是他所讲的那些东西啊。结果嘞，当然没有错了。今天可能春田涨，可能也是小郭的关系，因为高融大涨嘛，做汽车大涨嘛。小郭不是这样讲吗？也没有错，小郭你都对。但是我说真的，我现在不想多讲什么。小郭讲过这些股票，我都不便评论什么了啦，对不对？这种小郭共的股票，这种是我李冠清共的股票，2474的可成，最近才又刚讲而已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子刚讲而已嘛。今天可成大盘跌，大盘涨，今天可成跌了8块钱，对不对？这说的是跌少，这个没有赚，这个没有什么赚赔，这可成不是没赚赔。我给你看赚赔比较大的，神的盾，对不对？神的盾，投资朋友赚赔比较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刚给大家看的4912，这赚赔比较大的嘛。哦，这个今天大反弹的这个股票叫什么？6456，这赚赔比较大的。哎，这种小郭供哎，好不好？这种小郭供哎，这不是我供哎，这公司我都没研究。新巨科这上我满不怎样，这种小郭供，这都不是我供哎，这都不是我讲的，好不好？对，被动元件，国巨前三季怎么样？核三怎么样？你昨天都看到了嘛？他也提到，说真的，今天值得去留意到一点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没带你去买国巨啊，我没带你去买国巨，但是他有提到什么？他说第四季是被动元件传统淡季，是不是跟我上个礼拜到前百分到这个股市现场讲的是一模一样的？这是共识。可是当这共识出来，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股价会涨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利空出尽，让你懂了吗？代表利空出尽啊，那你懂不懂？对不对？然后他说，大中华区的终端客户啊，观望且需求转弱哦，大中华区的经销商的体系呢，库存有偏高倾向，所以第四季会不好。和生堂也类似，我把和生堂剪掉，我懒得看了，也是类似啦，对。但是他们跟春田一样，第三季缴出一个相当好的成绩单，投资朋友。所以我给大家做这个结论，你如果记得了，你把怎么样？你把这个萤幕抓下来，被动元件长线，你等落底，明年高配息机会高，对不对？今年有两档股票很机车的，不要说很机车，很机型的，一档叫2375的智宝。对不对？智宝今年赚多少？智宝前三季赚18.9亿元，一档叫5317的凯美，前三季赚多少？赚22.46。当然，这都不是本业赚来的，但是会不会高配息？会啦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不是叫你现在去买这些哦，我不知道想不想买这些。如果是我，我宁愿去买信昌电、华新科这些，因为它是本业赚的。另外，在短线部分，投资朋友，你把这个记起来，第三季财报好。股价渴望跌升反弹，对不对？留意啊，十月份营收可能会大幅下降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操作的诀窍了哦，对不对？公布财报前买，但营收公告之前卖，
营收至于营收什么时候公告，我请你去注意到他们每个月营收大概都几哪一天公告，你大概可以猜得到。目前一般而言，大家在估啊，国巨的营收月减20%以上，华新科营收可能更夸张，是25%。为什么？因为华新科上个月还创新高。如果你做这么短的话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是希望营收公告之后利空出尽，这样比较好。因为这些公司真是挑战大家的极限。那我柯林几间公司下个密密麻麻下个安呢？对不对？就像我先前讲的一样，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一档股票525的台办，我没有叫会员买哦，对不对？我是跟大家讲过。这个融资都不知道断头几次，这主力不知道十几次了，他难道是猫吗？有九条命吗？这主力不知道十几次了，我讲完后主力又死一次，你看个洗几盖，当天少了1068张，对不对？加工叫台办嘛，你都记得嘛？6510的金策也是我讲过的嘛，这主力也不知道死了几次了，股价跌了70几%、啊，哦，这看的真的是欲哭无泪，这看的真的欲哭无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四季我告诉你，很可能就是十一月份操作完。第四季你要小心，因为第四季获利衰退机会是大增的，请你记得，好不好？应该都会很不好，你大家可以留意到这些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新闻，投资朋友，今天这家公司就很可怜，叫联发科。哦，暗成可成了。你看联发科今天根本都没涨，昨天这根红 K 白拉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少见蔡立行竟然告诉你，明年半导体业逆风来袭啊！蔡立行之前每次都告诉你越来越好，往中低价走，怎么样？这样这样这样，他竟然告诉你明年的逆风来袭，那怎么办？投资朋友，我把重点圈给大家看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手机供那个蔡立行说明年展望，现阶段来看，全球经济半导体的景气啊不确定升高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先前带会员空合金加金也是合理的嘛，对不对？合金加金收了那么长的上影线。要不是我跟你讲，上个礼拜四你就该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不要去跟徐秀兰作对。你看，说真的，今天环球金也是救了这些人，你知道吗？环球金早一点锁涨停板，中美金早一点锁涨停板，事实上呢，让大家比较不会怎么样，不会想太多，对不对？中美金今天这样锁涨停板，不过你看到好像有人利用环球金、中美金在涨停板的情况下去出合金、去出加金，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。我们只是怀疑而已，我们不多讲，好不好？他说，手机供应链传出联发科主要合作伙伴 OPPO 跟 VIVO 等品牌大厂对明年出货量预期仅较今年低个位数成长，甚至有大厂呢预估出货量仅成长1%到2%，对不对？对明年上半年手机市场需求看法是相当的保守哦。那这个我们讲过，不多讲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也是嘛，对不对？这都昨天讲过，我有一段不知道讲到哪边去了，我不知道讲到哪边去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多了那两张没关系。他说不仅如此啊，美国今年以来多次升息，使得美元汇率持续走强，新兴市场货币相对走贬，外汇不断从新国家流出，汇率续贬的情况之下，最终导致投资者这几个字把它记起来，叫做购买力下降。他的讲的东西其实我都跟你讲过了，美中贸易战最后结果也是什么？购买力下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中国消费降级是你应该去留意的问题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他说，2015年就曾经发生过新兴国家汇率重贬，导致购买下降，终端需求连带受到影响。当时对联发科手机晶片出货至少影响半年以上。此次新兴国家汇率贬值，恐将成为冲击联发科营运的关键因素。投资朋友，那当然，5G 后面你自己去看就好了。哦，5G 这些商业化，不过说真的，可能到2020年之后才会开始，所以明年可能一整年联发科可能都不太好。大概简单跟大家讲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你就避开嘛。哦，那他说什么 ASIC 啦，这个我都会讲了，这个你继续看就好了。持续扩展作战力，哦，投资朋友，我都会讲。这张我拿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长线的多头叫什么？龙头全指股，台积电。每次遇到台股有难，每次遇到你有听到有国安基金要进场的时候。甚至之前你去买台积电，你要赔钱的机会真的是太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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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对不对？同样情况之下，对不对？我说我这看法都没有变啊，什么中空瓶盖光学，我想空的股票它一直没有券，没有关系，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，这样我就有券可以空了，对不对？矽晶圆被动我都先补完了嘛，上礼拜四已经跟你讲过了，先补一半，今天开盘的时候我们把它补掉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对不对？操作灵活一点，好不好？操作灵活一点，包括消费概念，这也都是一样。等到人家愿意拉高给你空比较好，
那你说现在的压力在哪里？其实你看也心知不明啊。万点有一个心理关卡，昨天收盘之后，除了我们去喝下午茶之外，朋友寄给我一堆谁谁谁写的什么指数规划，那个我会画。我十月初说这盘一定破九千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不是错人，这盘一定到九千点的时候，也没有人相信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10500，想说、怎么可能一个月跌500点？我告诉你，上个月不是跌500点，上个月啊，对不对？上个月是跌1500点啊。你以为啊，对不对？跌翻了、是跌到1500吗？不是，上个月跌多少点啊？1500还是1150？这我有点忘记了。对，整整上个月哦，投资朋友，不好意思，跌1500点没有错，从11551点跌到多少？跌到9400点，跌了1600点，你想都想不到，对，你想都想不到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乌鸦嘴，好不好？不要把这些怪在我头上，我只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股市操作需要是策略啊，不是那边人云亦云，在那边乱搞一通，没意思，对不对？同样，你可以看到整个被动元件，我跟大家讲过的东西，当然没有错。第三季获利都很好，看你要怎么样的操作，对不对？多头市场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运气好赚到大钱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运气不好的人比运气好的人多很多。空头市场赔了大钱的多很多，对不对？有一堆投资朋友，我说真的很可怜啊，也不过前一阵才找我，对不对？国巨买在1300的。华新科买在450、460，最高都490几块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怎么会找得到？怎么会有买得到？甚至还有最近的，你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有些股票你都觉得很讶异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在跌停板，你搞不懂，对不对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拿去买一些好的股票？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做多，我讲过了嘛，如果你不做空 ，OK， 对不对？不做空 ，OK， 你放现金。你坚持一定要做多的这种大型全职股，我请问投资朋友，这会害你吗？全市场谁不知道我在做统一啊？我请问你，全市场谁不知道我在做台积电？我请问你，全市场谁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在做中裕啊？我不是个大空头，我现在再跟大家大声明一下好不好？只是多空双向，对不对？多空双向，好的股票利用低档买嘛，台积电。哪一次股灾买台积电会赔钱，对不对？中裕的大股东是谁？除了营业两老板尹老板之外，叫做行政院开发基金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去笑你们买什么国光什么疫苗还出问题，你看国光竟然还急拉嘞，这个与我无关，我不要去笑你们这些，因为这样没意思，对不对？统一，你不要太有政治联想力，对不对？有人跟我说，你解盘就解盘，不要讲政治，我讲他背，你卖看。好不好？你卖看，你看别行，你去看中义玩很大，你去看中义三国志，对不对？甚至呢，怎么样？你去看什么？对不对？看综艺节目，看韩剧都好，你管我要讲什么？我请问你，对不对？统一，投资朋友，我讲了一整年的统一了。我说真的，你不要期待统一有大幅度的爆发力，但是它就是一档不会死，让你怎么样？安心配息的股票就如此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统一和统一超哦，投资朋友，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孤掌难免啊，恭喜了，哎呀，那个中国的星巴克那么好赚，那你卖给人家，你以后要吃屎，你要吃什么啊？吃什么？不是吃屎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吃什么？叫晒哦。结果是谁赢啊？我请问你，那时候50几块，57、58块。我记得还有一次跌到66块，是65块，我叫会员去加嘛。今年以来没叫会员买过统一啊，我没有记错的话没有买过。我一度要在这一天叫会员买，一度，我只能说一度，但是我不是这一天，对，这一天应该是这一天，几乎最低点这一天哦，10月12日，我一度想叫会员买，但是后来我没有这么做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人问我，一直在说要去买远东信，怎么没去买？你去问问市场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人去买，我就不买啦。有人不是去买远东新，去买什么丰泰，你们给你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我就不买了，对不对？给你们去做，给你们去做生意，我做我该做的，我做安全的股票 ，OK 吧？对，包括今天我跟大家讲，被动元件跌得够深，它就有机会反弹，这不用我讲什么道理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，
真的，我要看我们的节目人真的是非常的多。我今天标题叫什么？物极必反。另外标题叫什么？熊市反弹。你要不要赚嘛？对不对？第一段跟你讲的啊，投资朋友，十月滚动熊市，十一月是什么？滚动轧空啊！你要不要赚这个钱？投资朋友，你要不要赚这个钱？你可以选择不要赚。你说、啊、这个现在很难做，我退出市场 ，OK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要赚这种钱的，你一定要小心谨慎，把握机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基本操作策略完全没有改变，好不好？我们基本操作策略完全没有改变，讲过了嘛？涨价族群财报一定很漂亮，你干嘛跟他为敌？你明明知道环球晶上一季几乎每个月营收创新高，你还去空环球晶，对不对？你空合晶还有点道理，你空加晶还有点道理。合晶第二季 EPS 才不到一块。加金第二季 EPS 多少钱？ 0.42， 这种本益比很高，空这种股票还有点道理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空环球金干嘛？今天我知道一堆人叫会员补环球金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补了。我现在听说有个券商空环球金期货，自营部哦，两只涨停板了。我不要讲是哪个券商，我今天听完快笑翻了。啊，那多两只涨停板，我们都要扛你家，我们都要扛你家。哎、欸，几百靠的呢？哎、欸，自营部的话，给你个今年又没有奖金了。两只涨停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假设500口好，500口代表1000张环球金，对不对？一天涨24.5块，我们讲一天涨25块，两天一张涨5万，好不好？一张涨5万，5000万不见了啊！你不要以为我乱讲，真有这回事。所以我跟大家讲嘛，你不要去跟徐秀兰作对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跟大家讲，投资朋友，这种比较6寸的、5寸的合金或者是加金，我会再找机会空回来，因为他们需求真的没那么大，对不对？甚至包括 MOSFET， 今天 MOSFET 也涨啊，对不对？大中、尼克森这些股票都涨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真的没有那么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也会等到它财报公布前后有机会拉高之后再做一个操作。祝大家抽顺利。